对，中国这两上。行。啊？凑合吧。凑合吃吧。别剁了，高兴。我的那么多。脊骨是脊骨啊，还是白的？对，还是白的。这个打标就不像买肉打标的，大哥，得打好看。这个还有系绑的呢，还有前条还有绑的呢。那要前条跟绑的不一个道理？自绑的，那不得那个哎。45吧，天价460。不，就这个就是那个。你不还给人送人吗？这个送人了。不过年都想不起来我呀。能啊。嗯。我寻思大兴哥忘了。天天都想着你。那天我找你真没找着啊。真的啊。我说喝羊汤去，我找你真没找着。但是和你大哥，你这不，你就说单买天朝就不一样。好，公卖地，再不地我走了，不等你了。不能走，你走了我给你拽回来。这是别的，哪边得劲啊？来五块。对，来点。杠我这，要不谢，这块多吧？有点多吧。多照多谢，一把多吧？一把十斤肉。行，来一半吧。来打标吗？不用，因为这猪太瘦。我光打，我这正牌的，我这个都给我打下去，那也给我打下去，腰丸给我打下去。为什么呢？中猪这大小标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打到这儿就行了。这才不一样。这哪一个呀？这不应该打的。把那个排骨。我那干啥呀？来个排骨。后排有人要，不给我呀？啊，不给我算了。这人给我拉去，我这儿再拉一趟。我等等等，行，去这儿拉，这儿拿这儿耗。不，行了，拿这耗油，净瞎吃肉，别扯淡。耗油可以吃肉啊，可以了不得。这块肉耗油，给一把。还有啥？来那个陈朝来点。陈朝，我搁这等着中吧。行，先搁这装上。这回怎样了？我的妈呀！你，哎呀，大哥呀！你真不懂行啊！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吧。这不一样吗？啊？这不一样吗？你说一样就一样，大哥，我啥不跟你讲，我不跟你解释。这条大呀，这条也不大。都大着不大，我不能跟你解释了。我跟你姐这给话都说明了，这里没有隐私了，都该。这两旁的现在不都给了吗？是吧？给了，买一个，买一个给一个，啊，一个一副的，那天就来了，那天就来了，啊，都好五花没有，啊，五花啊，你认识吧？这好不好？你给这个太挑了，要要一半，哎，大一，好，这个是。啊！我这大肠哪有？啊，囊肉你买不着。上次我买那花梅花肉，净囊囊肉。梅花肉净囊囊。啊，上次买那个梅花不好。为什么呢？你给我切的不好。把你切的不好。不吧。你要说是梅花肉啊，那你就买错了。梅花肉让它长囊囊肉都长不上，中筋骨你说长了囊囊肉了？长了一般人不好。这个炖的什么香的？快五度了。
给你这一啊。腰牌十三，多少？235。你没有猪腰子了？有。再给我来15，再来点。再拿一刀，腰子不用我再拉8刀，你看不好嘞。还拉啥？一个拉。啊，是。我再来点前条。哎，你说结果是对不？腰牌就这样，你待会儿拉3刀都这样。腰子咋卖的？腰子15，15一斤呐。一斤。这拉完一刀还让我拉一刀呢，你拉几刀能咋的喽，姐？你不懂行，永远是不懂行，看不着好嘞。这头拉一刀了，这头拉一刀了，还看不拉呢？来多快，来吧，你比划。来的，现在来一刀150，刀150的，真快。中、哎、不？不打点标啊？这种怎么用打啊？人家打我，你用打咋用打给你打？其实不用打，标不大，大哥。不打你，用打没关系。你啥关系啊？明天的排骨都定出去了吗？明天你明天的排骨定出去没呢？我想买排骨，怕没有呢。因为你分啥点来呀？这会怎么有啊？今天的都有呢，你定明天的干啥呀？今天的有啊。你说是不是？来了。啊？来了。这不是排骨吗？想要那还半拉猪呢，你说你这边这是哪儿的肉呢？来个先炒，不敢急去了，去牛奶鸡去。哎，我那天去我也没看着你啊。牛奶大鸡去，你去得早了，看错了是吧？来多些，完剩下多吧。我推多，我给我来点那个，有个那个带一块里脊啥的，带块里脊的，那啥脊啊，外脊啊。带你带里脊的后边。110。跟他唠嗑去，想买就买。来几斤？来几斤哥肉的？他鱼很丰富。你那个多，按我的量，行。他鱼很丰富。那也得往那边错点啊。错了1公分，1公分的跨桌肉，打点标吧。这还吃？净逗我。好，给70吧，净达标了。18斤，哎，撅了吧？完事儿，一共给200元得了。那地方呢？前面那碗全手前面。这是离毛还是得个7元去？嗯。知道。对，这好一叉得事儿。腰子，这腰子，50元的腰牌，来50元的，来50的是吧？多少钱一斤的腰子？够不够？这个也是那个啥吧？五花肉，五花肉吧？这个我看看这个的。行，我拿一块吧。哎，收来多些。50，也照50的是吧？好嘞。站拉重不重？重，你站着，我就不说，你看你啊，愿意咋拉咋。这个拿起来让我。哎，稍等会儿姐。好，多2块不要了，52。啊，给你啊，不要，不要，别这，到时候不光咱不要。看这边那个。啊，行，要这个。行。这些够不？够了。好，给80。肉切多少钱呢？拿个方块过来。肉多少钱？你说猪肉啊，13。给我拿方块。好。微信收款59元。不是。腰子有多些，看着挺好。好，再见。都网红了。好，90。要哪个给哪个。要这边了。我给我套上点来，给100。哎，好嘞。哎呀妈！你给我周江来一下，我俩手机都不行了，给我搁在这个袋子里的。好，150。
你太会买肉，为啥找你师傅？全姓磊，签个150吧，千条肉给你搁上了啊。不挑，给150得了。600给千条都不要是？啊，我就要800，掏钱110，太可惜了我的肉了，我说啥不要。他们没卖了，上没法卖了，上上那肥没人买，你给我搭个茬。我找不着茬了。你把那个腰排骨绞成馅，这个整馅。大姐没绞馅了，太可惜了。咋的？那肉蒸吃的。我也先绞馅。你绞馅搁那个绞，别搁那个绞，可惜。别搁腰上，是吧？姐，那110留着，搁这脚下。那我不要那些，也吃不了。那个不要了，这110的，中不？啊，那搁这脚吧。瘦我馅儿啊。腿有什么？谁了？不行，你得搁油呢。你不搁油也不吃的。猪蹄子厚不？有猪蹄子吗？有猪蹄子吗？有。多少钱一斤啊？26元。不吃25。25一斤。这块，稍等会儿，姐。大哥，稍等会儿，我这就绞完了吧。过去了啊。姐，给这腰牌装上。哎，给你这大肘，我这小的，110元的，这有多少斤呢？是的，啊，这是110，这有多少钱我不知道啊。啊，多少斤？350吧。不是，345吧？那是130。还有6块钱杆。还6块钱杆啊？啊，那中。恢复生产，正在工作时间。啊，走了。这够吃的。多不？啊？这不要了。光要块里脊呀，那不能给切。试试。太多腿了啊！这问题好解决。